各位客官，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辛苦哈，会忝未？会哈。事实讲，恁啊较早做学生的时阵，包括我嘛相共，伫坐伫读册，感觉袂忝。但是咱离开社会有一段时间，要搁倒转来遮，安尼叫你坐咧，坐两天，感觉来讲足忝，但是恁呢，伫即个拜六礼拜，应该爱陪囡仔，爱去佚佗的，还是讲陪咱四大人去佚佗的，但是恁甘愿，牺牲即个佚佗时间。来遮受这个法律的这个监管恁的精神嘛足使人敬佩因为咱未来台湾真多伫进目前外口这人，还有足多毋知影，咱所读的拢是假历史甚至未来遮。大家讲原来较早读的拢总完全无相共，我甲你读的拢总相共，相共的教材，所以讲这节课，我是有讲到这个近代的历史的这个课程，拄啊，恁若有注意听，恁会听到咱秘书长有讲到。我会阁全部对头到尾，把咱做一个解说，让大家会当阁较清楚咱家己的历史到底是啥物个历史，是按照讲教科书咧讲的历史，教科书应该是教材用的，所以讲拢是真实的，但是有的一部分咱来注入哪过？伫外国留学，伊伫图书馆所看的册，所教伊读的是完全拢无共，所以讲，咱伫遮了，咱阁较济人，才咱本土人啊，阁较知影咱家己的历史，我的课题无啥变，无啥变，因为历史袂当变。真历史是绝对袂变，真理嘛袂变，就是咱个法律嘛袂变。你若历史会改者，即叫做假历史，就是咱过去所读个拢是假历史。但是我读到即个真正个历史了后，我才知影讲咱过去实在互抗骗者，拢总完全拢毋知影。咱若叫咱纳税金，咱就纳；咱若叫咱做兵，咱就做兵。咱家己毋知咱家己是啥物人，所以讲足可怜吼。今日我对咱近代这是战争史的一个回顾啦吼。这拢是标题吼，就是对1895年这4月17这是下关条约，咱的教科书是拢写马关条约吼。这经过我会甲恁做一个解说吼。5月7日生效。本来1905年开始天皇头一届伫台湾遮建立咱个主权这是日本天皇但是到即个1915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按照万国公法国际化来实施即个皇民化。啥物叫做皇民化？即我等下做一个解说过来就是1941年，这个12月7日，大概是什么人来发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过来就是1945年4月7日，这嘛是一个4月7日，这嘛是一个4月7日，是不是4月7日的日子较好？这咱这就是伊是1945年4月7日，咱拄啊必须这么讲，天皇。在台湾这甲朋友实施
民治宪法，吼、哦。本来就是1945年的8月15日，吼、哦，天皇收到两粒原子弹，吼，美国投下，吼、哦，在1945年8月7日投下头一粒的原子弹，吼，伫广岛，吼、哦，第二粒8月7日伫长崎，吼、哦，这两粒投了将近4个人。就才要40万人，啊！天皇唔知影讲，啊，到底要搁投几粒？吼、哦，所以讲，伊一定强迫伊无条件来投降，吼、哦。过来，1951年，吼、哦，这是9月7日，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哦，伊所签约，但是即天签约的即天，并不是真正结束了，吼、哦。咱拄啊伫遮，咱有看到，这是5月7日，这下关条约生效日，将是1952年4月28日生效，一到一天，这个条约生效了，过去就是战争停止，啊、哦，这叫做终战，啊、哦，叫做终战。来，咱来看这个马关条约，这是原文，哦，是原文。咱来会当简单来看吼，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吼，陛下甲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这是天皇甲天皇所签，毋是政府甲政府，吼，天皇甲天皇所签约。所以讲，台湾甲澎湖是到底啥人有权利，通啊将这个权利来命乎日本天皇，会当挂。挂这个土地，就是因为这块台湾澎湖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啊，扩殖地啦，所以讲伊会当挂任何人。但是伊天皇伊得到这块土地了后，伊爱照万国公法、照国际法来，哦，来实施。所以讲。这个华山之计，吼，就是第一年，吼、哦，当时是枪啊，枪是伊藤博文，吼、哦，日本的代表，吼、哦，是伊藤博文，中国的代表是李鸿章，吼、哦，来签了，签完了，伫这个高雄吼，伫高雄外港这个横滨湾内底，因咱第一年的这个。总督是华山之计，因为伊爱来管理天皇派爱来管理，总督是由天皇任命，所以讲伊是伫第一任，包括这钓鱼台吼，拢总相共有30个小岛，你爱一一来点讲，包括咱民间吼，咱民间咱来伫买地土地咧买地，哦，到底我买这块地？伊个地号伫对面，吼、哦，啊号码偌济，你爱照顾，到底是四角个，还是双面路，还是尖角，每间探着人个路，咱拢爱明白足清楚，这是民间个呢，佮何况是伫国家，吼、哦，咱拢爱一一来点交，吼、哦。啊，这个下关，吼、哦，我拄仔讲个，咱看是马关条约，啊，日本呢？为什么讲这个下关？哦，这是一个地名，包括咱等下，哦，波茨坦公告，还是开罗宣言，迄种是一个地名。哦，开罗就是埃及的开罗，波茨坦就是伫德国一个小城市，迄种是一个地名。哦，拢以这个地名命名。下关，哦，就是山口关的下关市，哦，就是这个北九州市的附近。爱这个离这个港口吼，这个港口，哦，啊，这个是日清讲和吼，谈判场，这是原来马关条迄阵开始的，吼、哦，下关条就是伫遮，完全伫遮签，但是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这个原子弹嘛投下的影响，所以讲这个叫变作平地，吼、哦。啊，所以讲伊藤博文，佮伫原来这个所在，哦，佮起一间，
叫什么日清讲和哦纪念馆，原来拢伫这个所在遮哦。但是你甲看，伊这个是有伫下关，这惊就是海哦，或者下关条约哦。哦，啊，这是伫第一遍哦，第谈判的时阵哦，签约时阵哦，这个是伊藤博文啊，这伫遮就是李鸿章。来，咱拄啊必须听有讲吼，敢若是我要讲的，伊拢甲我讲起啊。咱天皇任命是十八年，啊是安怎天皇直接任命？啊，这个十九年，吼、哦、安藤利吉，照讲嘛爱是啊，是安怎太唔是？来，我来做一个解说。十八年，咱迄阵是1945年4月1号。以前那是殖民地，是殖民地。哦，潘先生，我借问一下，我讲台语，您敢听无？有啦吼，我作惊讲话啦，讲还佫讲台语听话，我还佫含一个哦北京语吼。伫这个十八年以前，就是伫1945年进前，咱还袂天皇还袂实施这个明治天迄、那个宪法。哦，伫台湾甲平的时阵，迄阵拢叫做殖民地。如果若是战争失败，还阁会像大清帝国安尼，还阁挂呢，还阁挂出去。所以讲，伫1945年4月7，咱拄仔嘛讲着吼，四月七，啊，四月七到底是啥物货？四月七，吼、哦，伊是一个会计年度啦，日本的会计年度，所有学校。哦，公家机关拢是四月初上班上课，哦，啊，伫1945年4月7以后，就由首相来任命，所以讲安藤利吉就是第十九任，伊就是首相任命的，哦，啊，这个十八任以前第一任到十八任，拢是天皇直接任命。来，伊每一个讲师在讲，迄一个课程纲要拢无同，吼、哦、啊，所以讲我是针对这个历史的这部分，就是讲咱原来，咱阿公阿嬷，啊甚至阿祖迄代，吼、哦，咱到底是什么种人，咱家己要认识无清楚，吼、哦，这是领有台湾主权，吼、哦，天皇陛下。哦，咱即咱来参考看嘛，哈、哦。明治天皇可能大家较陌生，哈、哦。啊，那是伫大政啊、交和，哦，甚至在座年岁较侪，也搁伫交和出世，哈、哦。所以讲，咱若签着咱台湾即政府的身份证，内面就有写。哦，咱来伫去户政事务所，咱来甲伊讲啊，我要签哦，某某人诶日本时代哦，用毛笔写一份，伊就会写到遮哦，昭和天皇吼大政吼啊，因阮来讲就是明治嘛吼、哦，啊，阮爸爸就是昭和七年吼、哦，包括。这拢是年号、昭和啦、吼、大正、明治，这拢是伊个年号，正式伊个名，吼、哦，明治天皇个名叫做穆云，吼、哦，大正天皇叫做嘉云，昭和天皇叫做儒林，吼、哦，啊，咱金上个天皇，吼、哦，伊个年号叫做平成，吼、哦，伊叫做明仁，吼、哦，啊，明仁个短后生叫做德仁，啊，伊个孙叫做。幽人，幽人，吼、哦，因拢总是人字辈，吼、哦，人字辈，吼、哦，即我做简单的一个介绍。啊，所以讲，咱足简单，这是一个逻辑。日本人甲日本人生出来是啥物人？是日本人，无毋对。啊，所以讲，咱即当今，咱较早体。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哦，咱阁是摕着国民的身份证了，毋是公民哦。但是咱即摆签着迄张，咱是公民，吼、哦。
咱拄啊必须怎样讲？伫外国，佮亲身伫阮台南吼，迄、這个嘉义军的军事亲身到联合国，用这张入去会当入去，但是你用迄个 ROC 的，你可以判死，他不承认。啊，有人讲啊，较早都有先，较早是较早，较早是伫伊咱阿袂控过。这个美国有关单位进行，他承认有效，但是你控制了后，做一个改变，因为你是流亡政府，是世界无甲你承认的一个国家嘛，啊，你要哪去？袂当去，好、哦。来，啊，这就是1937年四月七，好、哦，对1895年到1915年。哦，这个时间伊开始，哦，统治，哦，就是讲开始要接近这个皇民化，哦，啊，但是按照这个万国公法，哦，来实施，哦，皇民化的时期就是1937年到1945年，哦，这个四月七日，啊，啥物叫做皇民化？哦，像阮爸爸已经八十六岁，哦，啊，唔较早。为人较正确的所在，吼、哦，伊拢会几啊岁，吼、哦，就是讲，阮爸爸20年住，后下19年住，吼、哦，甚至18、21、21年住，会4、5岁，啊，做一班，迄叫做读红学啊，吼、哦，做伙读册，做伙，吼、哦，学遐日语，吼、哦，吼、哦，这拢相同，吼、哦，来，啊，方面话，吼、哦。简单啊，因为我日语嘛是足好吼，但是方言化的一种就是讲语言啦、啊。日本要来遮，伊要统治，当然爱甲你教这个语言，爱互恁知影，啊无你要哪称呼吼？啊，我简单啦、啊、吼，若有讲唔对，你等下吼，小可矫正一下吼。这个咱所讲的，就是讲阿公阿妈，吼、哦，咱的称呼，吼、哦，就是乌卡酱阿爸乌豆酱，这只是咱叫阿公阿妈，吼、哦，这个称呼，吼、哦，啊那爸爸的，咱拢叫豆婶，吼、哦，豆婶，啊那妈妈，咱拢叫卡酱，吼、哦，啊那阿兄，咱拢叫。逆上，哈、哦，逆上。啊，那小弟嘞，咱拢叫乌豆豆，哈、哦，乌豆豆。啊，那姐姐，哈、哦，乌内酱，哈、哦。啊，那妹妹叫做姨母豆。啊，那阿伯、阿姆、姑丈、阿姑，哦，阿叔公、金伯、兄的辈分，咱拢。阿伯，即个咱就叫乌里桑，吼、哦，啊那查某的叫乌阿桑，吼、哦，咱也是市场啦，吼、哦，还是吼、哦、像讲越南人也较济，甚至咱叫啊乌阿桑你买一堆，吼、哦，像迄间吼，1月15日，吼、哦，咱游行，啊为阿妈要转去，为了。话在找路，啊，我是唔知对一车，我嘛唔知影的，吼、哦，我讲，咦，这是一个习惯啦，吼、哦，我送，啊，你咧，你是对一招的，吼、哦，啊，伊迄是民众嘛，啊，所以讲，伊嘛足烦恼的，惊碰见的，吼、哦，啊，暗会目色看较无，吼、哦，啊，所以讲，伊嘛足烦恼，吼、哦，啊，好在即每一个，大家拢等于到伊的故乡。无去拍过去，吼、哦。华民话大概就是安尼，啊，搁有，咱伫路边有摆一个摊啊，吼、哦，啊，伫这个货车当中，啊，伊有在行这个韩字，啊，遐会写一个亚克摩，吼、哦，就是行韩字啦，吼、哦，这是第一，啊，甚至咱进咱的主路。拢有咧
骑机车，迄叫做啥？摩托车，这就是日语。哦，啊，若咱个做工、劳工，哦，咱只朋友，哦，做房务也好啦，哦，伊拢有用着啥？片子，片子，加这个罗赖吧。哦，做水电呢，哦，有用着这個，啊，这拢是啥？拢是日语。哦，这咱拢会去插着。哦，包括为了热天，爱啉一个饮料，哦，咱叫秘鲁，哦，迄拢是日语，哦。还佫有，咱真较毋知影，哦，像咱手机伫放出来的音乐，较早叫做台语哦，哦，收音机啊叫做台语哦，啊，话拢毋知吼。哦来，啊，咱即摆过来看讲这个东条英机吼，这是1941年12月初七，是伊来发动这个太平洋战争吼，大东亚战争吼，就是东条英机，是当时的首相吼首相。啊，为啥会发动这个战争？总是有原因啊，哦，人种的人种的问题嘛有。伫这个华盛顿军事条约嘛有问题，哦，这是三星的战争的原因之一，哦。咱说伫电影所看到偷袭珍珠港，哦，这是唔对的，因为国家甲国家要战争，是两个国家拢爱同意，哦。如果若无同意，叫做是偷袭，但是。为什么叫做奇袭？是因为东条英机日本人的头发较翘，哦，伊对日本啊要到太平洋这个珍珠港要有两天的时间，所以讲伊伫初五伊就开始开出去，开到迄目的地前10点钟，伊才宣布向美国宣战，哦，宣战。但是迄阵美国罗斯福的总统，迄阵是罗斯福。但是伊的应应因的这个条款未符合，安怎联络都未符合，哦，所以讲爱宣布战争，哦，啊去的时，伊这恁若伫 Google 吼，拍给恁就找，因为我是用教材吼，所以讲我来截取哦两三张的相片尔，啊因为伊这零式战斗机，足轻的，啊飞起吼，伊起先无来轰炸这个港口。去哩，伊当顺射一个，啊，看伊个准只，吼，炮弹机场炮弹一堆，伊只是甲轰炸只个，要甲伊轰炸伊个船坞，甲伊个迄个藏油个迄个存量，吼，伊藏油个所在油库有半年个存量，吼，所以讲遐若甲伊炸掉，船无油通食，吼，就开袂行，吼，伫这方面只。因为吼缺失啊，这是事后检讨啦吼，哦啊，所以讲是奇袭吼，珍珠港吼，哦啊，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吼，叫做罗斯福。罗斯福有分大罗斯福甲小罗斯福，啊，这个是小罗斯福吼，因堂兄弟，甲大罗斯福是堂兄弟，是1902年啊，他们做总统。哦，但相隔有31年，哈、哦，啊，为什么？泰国的总统我唔爱去甲做一个，哈、哦，诶，这个宣传。为什么他们用这个罗斯福？因为伊是全球内底做过四任的总统，唯一名做过四任名，其他拢拢是两任，啊，一任几年？4年，所以讲伊做16年，吼、哦，做16年，啊，但是伊身体无介好，吼、哦，敢若有咱讲的吼、哦，是小可有迄个小儿麻痹、小儿麻痹，吼、哦，所以讲伊拢坐椅啊，坐轮椅，吼、哦，啊，这是历代的总统住的所在，应该大家拢知，这叫做啥物货？北疆，这就是北疆，这个是后壁的所在，吼、哦。
啊，可能罗斯福伊迄阵来伫运动的时阵，吼、哦，就是伫这个所在，伫后边啊，滑倒了，倒了啊，就拢无搁起来，就是类似像创伤脑筋，吼、哦，人讲中风迄类的，吼、哦，迄个病症，吼、哦，啊，所以讲他享年，吼、哦，吼63岁尔，吼、哦，讲起来嘛足少的。63嘛，足少，但是迄阵嘛，伊是拢进进的年代，啊，所以讲压力嘛足大，精神嘛足大，吼、哦。台湾民众的国旗嘛有伫白宫出现，吼、哦。啊，这个是伫拄啊这张，是因为我用手机来翕的，哦，你袂当。袂当讲人白字是袂使，吼、哦，即个敢作成我吼，吼、哦、有成啦吼，因为伫今年3月12日，吼、哦，我咱台湾政府有32位，吼、哦，去美国，就是咧开国家记者会，啊，伊记者会了后，咱就对遮经过白宫，吼、哦，来佚佗，吼、哦，看人。的一个建设，咱中心因为有搭着墙啊，伊人较矮，啊，所以讲翕袂到搭起个墙啊。警察所有四部连长拢是便衣，甲遐一挂在即个警察，伊就甲你警告，你袂当搭过墙啊。以你即个动作，有可能会跳过墙啊，入去内底，但是人入去。因为拢是武装警察，你便是进去就甲你开枪，哦，因为伊伫外口已经有甲你警示、甲你警告，你袂当入去，哦，所以讲，伊这个白宫外口足宽宽，但是伊一四个人当当中有警察，哦，拢伫遐驻点，伫遐咧顾，哦，啊，这个是咱。历任对罗斯福来了，历任的美国总统。啊，因为为吼，伫、哦、当时我咧讲课的当中，伊咱唔知影，上这个杜鲁门总统是迄阵罗斯福伊的病况无介好时阵，就已经吼、哦、叫杜鲁门副总统要来接任吼、哦、这个总统的职务，但是因历任。诶，总统，吼、哦，你甲看，拢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吼、哦，民主党跟共和党，台湾民政府以后嘛是开放这两个党，民主党甲共和党，吼、哦，大家同心来选择，吼、哦，但是这个民主党伊个代表意义甲共和党伊是较有钱。较少啦，啊，民主党伊是较无钱，人较侪，吼、哦，吼、哦，这是一两个党，吼、哦，啊，这咱来来看，吼、哦，这个詹森，吼、哦，这嘛是民主党，吼、哦，尼克森，吼、哦，伊就是共和党，吼、哦，福特，吼、哦，卡特这东西，吼、哦，雷根，伊就是家族。比较怕有钱，哦，啊，所以讲，伊是站在共和党，吼，哦，啊，甲布希，哦，这种是，哦，克林顿，哦，这是民主党，哦，啊，这个是小布希，哈，小布希，哦，他们都是共和党，啊，这个奥巴马，哦，这是民主党，哦。来，按咱即摆咱过来甲看，看一张吼，就是1945年4月1日，吼、哦，就是昭和天皇，吼、哦、下诏书，伫台湾甲澎湖，吼、哦、实施免治宪法，吼、哦，这张是很有效的哈、哦，这是天皇的，吼、哦，而且御史等于因啊哈。啊，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哦，咱属于太平洋的战区。哦，太平洋，哦，叫啥？台湾高沙义勇军，啊，为什么它也叫做义勇军？
就是讲，咱伫1945年4月7日的进程，拢还阁是殖民地，哈、哦，殖民地，拢都叫做义勇军。但是伫1945年以后，实施民地宪法了以后，哦，咱就是正式的皇军。皇军，伊伫迄阵就是正式来征兵，伫台湾甲澎湖征兵，哦，阮三姑都是皇军，吼、哦，皇军，哦，啊，所以讲伫咱个战争，吼、哦，王星拢藏伫靖国神社，啊，这靖国神社有咱台湾个这英灵，吼、哦，39,100个，吼、哦，恁若是。高级班可能进报名，差不多咱这边要搁去哩，伫这个要甲天龙接收吼。这个明年天龙是12月23号，这是伊生日。啊，咱每一年咱拢会去啊来接收，但是要去到伊皇居啊，不简单。你若想讲迄间个人爱偌济人，吼、哦，皇居就是伫遮，吼、哦。整个台湾的地位，就是这两张图，安尼刚看了，这个不是伫代表这两只鹅啊，吼、哦，这个第一重桥跟第二重桥，我迄桥实在有够水的，真正比这图片阁看阁较水。第一重桥伊伊迄有一个门，大个门，我门一边爱无人会上。迄门足高个，吼、哦，双边门啊，入去，入去到第二重桥时阵，有一个小山坡，安尼入去，搭第二个门，小港嘛爱五个人杀，拍开，迄什么城门啊，拍开入去，搭到广场，哎、啊，广场足宽，吼、哦，足宽，啊，较等下，伫天龙，吼、哦，要甲咱纪念迄个场面，再等下我来弄一个图片，吼、哦，来解说。这个咱刚知啊，唔知吼、哦，这个是麦克阿瑟本尊，吼、哦，啊，这是叫做天皇，吼、哦，就是因为这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天皇本身家己打起来，伫这边的战争，伊就是讲发动战争，吼、哦，就是由我天皇发动的。所以讲，我把所有责任拢担起来。但是麦克阿瑟伊毋是遐无名，伊天龙是一个足仁慈的吼，历代125代到即阵，即拢有皇室的记录吼。啊，所以讲伊派人去调查，就是咱拄仔所看到迄图片，东条英机所发动，所以讲天龙要受到处分。东条英机他受到绞刑，哦，绞刑不是枪杀哦，咱知影绞刑啦吼，就是该吊起来，该吊起来，所以讲伊是枪杀吼。哦，啊，这算是这个1951年，哦，这9月2号，哎，1945年9月2号，哦，这是伫密苏里见，嘿，签这个。投降书，哦，投降书，啊，这个就是麦克阿瑟，哈、哦，啊，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哦，结束的时阵，美国用这个中港，哈、哦，在这个支那是啥呢？中国人，哦，支那军啊。就是这个中国人，哦，啊，因买起来的时阵，咱有两支的关东军拢徛伫边啊，啊，伊中国人看到咱正规军吼、哦，就是咱迄个关东军唔敢落来，哦，啊，所以讲这是美国人既然讲吼，因拢徛伫啊唔敢落来，啊，伊呾用脚吼来踢，讲你们赶快下去，哦，啊，中国人呾落来。啊，落来，因拢是派啥物货？吼、哦，这毋是我画的，
哦，这是实况哈。伊拢穿草鞋，啊，穿这冬鼎哈，啊，背后穿烟枪，哦，哦，拢穿草鞋，哦，啊，咱有这种人惯，所以讲咱的教育一塌糊涂，哦，像咱秘书长讲的。咱迄阵伫日本时代，咱个水泉啊，泉内着有水对不对？结果因来看咱个泉内有水，哦，啊，因当我那去五金行买迄水龙头、水龙头，啊来挖一个坑，啊甲倒伊，啊结果来全无水，全无水，当走因个迄个五金行迄个头家讲，你来卖这歹物件互阮。那为了转来倒水，我、哦、这你转来太无水，你看，这个头壳啊来来灌咱遮，是不是你爱有地下水，哦，还是经过水塔落来，来转啊到个水管，有迄个水管的管道嘛，水管道可以水到水嘛，哦。甚至我嘛捌听过讲，唔捌读册，唔捌字的。啊！去做国校的校长，吼、哦，咱有听到，阮一个高中就是啊。啊，迄啊，讲啥，大家听无？包括咱秘书长读建中的时阵，上英语课伊讲嗨啊。伊迄个老师呾用一篇的英文，迄篇的英文伊是背起来，啊，呾捌遐个尔。啊，结果上上诶了，必须要问囝诶同学讲，啊，你听有无？我听无。啊，安尼人嘛是咧教紧张，哦，啊，好在咱必须头壳足巧，真正伊是足巧诶人，吼、哦。来，啊，恁即几工吼、哦，应该是拢有上过咱讲师吼所讲诶课，啊，应该嘛爱知影即工讲是讲学者。但是唔是啦吼，即间是因你若如果是一个国家来讲，你唔免阁挂这个国旗，这个是对的，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国旗，啊、哦，新条式的国旗，这是美国国旗。啊，即间要叫做啥物日？是交战国。所有参加这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国家，按来只分配占领，哦，即间叫做占领日啦，哦，就是所有国家，哦，有参加战争，哦，啊，你要分配对占领，像蒋介石，哦，就是麦克斯给分配伫台湾，啊，伊嘛伫越南，哦，啊，落尾越南，伊时间较短，伊就撤退，哦，啊，就撤退伫台湾遮。啊，这拢是一个过程，拢是一个过程，吼、哦。来，啊，今日这张吼、哦、是足重要，咱今日会当坐伫遮，包括我会当徛伫遮，吼、哦，来甲大家，吼、哦，三角面的，啊，互相来研究这法律，拢是为着这张。这张就是1946年1月12日，吼、哦。经过用这张行政命令，将台湾人一夜之间变作中华民国政，哦，就是这张，哦，截参自第012/97号续令，哦，曾经秘书长，哈、哦，又叫每一个讲师，哦，拢出50条的这个题目，哦，要有本秀来考试，这张我都有出，我家己出的选择题。啊！你若无读，你一定读袂。你爱用油，但是4:1，你4条爱选一条，你敢无读敢选会着？哦，这题目我嘛用012/013，吼、哦，啊7997，我安尼倒变尔。你甲看4字拢相共，哦，程序就是甲你颠倒尔。所以讲，你一定爱读，因一张是非常重要。那你若要甲人讲，要甲人分享，哦，你有来上课要甲人分享的时阵，你爱怎样讲？你爱知影到底咱是
提什么货？咱这是什么人？是从什么时间？哦，从改变这个国籍，咱来知影咱会用过。哦，就是这边哈，从咱伫一夜之间，甲咱变作中华民国籍。哦，啊，这是1947年2月，哦，二八，这是大屠杀。你若伫影片内底，哦，因为足济啦，即你若谷歌相共拢找会到，吼，拢找会到。啊，即伊免甲你讲，你有犯啥物罪，只要呐有人讲你是知识分子，伊就甲你掠去，吼，掠去，啊，足紧就甲你清查。吼，啊，即是因为日本天皇伫咱遮。在台湾这建设，伊浪费足侪金钱，嘛浪费足侪人力、精神来栽培台湾这的哦精英。啊，但是伫倒拢伫这边二二八事件了，台死有够侪，这拢是未来伊伫台湾要做一个建设、做一个教育，这拢拢要台死。哦，所以讲实在讲。非常的可惜，啊，非常的可惡。共產黨並無台灣人，是誰人台灣人？國民黨，對，所以說我們跟共產黨是無緣由，哦，是因為國民黨在來這裡，開始就是這個228，哦，在1949年，哦，1947，哦，2月28，哈，228事件，哈，大屠杀，刷嘞，搁是个白色的，这个，哈，恐怖，白色恐怖，伫这个白色的恐怖当中，是全球内底全球上盖长的，而且盖了38年过56天，哦，就是1949年5月19日。甲1987年7月15日，哦，拄啊好38年过56天，这是相当的。要过来，伫1949年6月15日，哦，用4万元换一块。我伫高雄，哦，做副地书的时阵，啊，一个乌里萨，一座红山，啊，伊较早。伊讲这个过程，伊讲吼，伊捐2部地的钱，啊4万换1块，那是1000万，4万换1块偌济？哈，25块，一日那是250块，哦，你甲换算，你甲想讲，哎，捐偌济钱？捐2部地的钱。那伊换一个煮饭的鼎，啊，甲炒菜两个鼎安尼尔。伫迄阵当中，你也看台湾人偌济人自杀。有钱无，有钱无通换物件，伊就整个将台湾一寡物资拢甲你搜刮一空，哦，用这钱甲你换，哦，4万换1块，迄个一块的吼，是纸张啊，啊，我遐有第二批。第比较比较快，啊，迄是迄个一箍较矮，吼，哦，啊，我要揢了，拢揢到袂记哩，吼，哦，是4万换1箍，啊嘛有五角，吼，哦，吼，哦，啊，这是日本的这个零式战斗机啦，吼，哦，咱来讲零式战斗机，啊，伊是足轻的，啊，飞了足紧，啊，这个就是伫日本的靖国神社游旧馆内底。伊有一个纪念，游旧馆就是博物馆，日本的博物馆，包括哦天皇，诶，明治天皇、大正天皇、甲昭和天皇，伊的这个配备吼，衫裤拢放伫遐，哦，啊，搁这个，哦，迄个乃木吼，乃木西点，哦，乃木，啊，搁伊两个后生吼，遐，哦，是一个足好的一个纪念馆。啊！伊这个零式战斗机，就是伊机啊，吼，伊拢用迄个叉子，
哦，啊，所以讲较轻爱用底足济，哦，啊，咧飞足紧，哦。啊，这临时战斗机是当时做诶，吼、哦，诶，由来啦，吼、哦，就是因为伊纪念黄治2600年，就是昭和15年，哦，所以讲2600迄个字，改命名叫做临时战斗机，哈、哦，临时战斗机。哦，啊，这是阮伫这个2014年，哈、哦，就是12月20日，过的时阵，啊，迄天拄好落雨，啊，咱过，咱哦，会先去伫甲这个台阶，哦，啊，甲昭和天皇伊迄个陵寝，伊也来祭拜，哈、哦。啊，因为这拢落雨啦，所以讲咱也是足辛苦的，啊，落雨淋偌紧。你若去到迄个女生，吼、哦，因拢都是暖气，吼、哦，所以讲足紧就会打，吼、哦，啊，这嘛是，咱这个是靖国神社的前边，吼、哦，啊，伊这拢是原木，拢是咱阿里山的希诺器，这拢原木哦，你这伊咱伫影片吼，安、哦、尼看，甲看安足辛苦，但是你伫遐吼，爱两三个人，吼、哦，为嘞。安尼讲，即逐渐原木吼，你若看伊即个拢无包啥物货，即拢是咱阿里山的形容，啊足香吼。啊，咱是整个台湾民政府，咱拢会伫即牌楼遮吼翕相吼。遮、哦、就是我拄仔咧讲的吼，咱、哦、的皇居吼、哦，对第一重桥啊，对门。拍开了第二重桥去，啊，就伫遮，遮就是广场，吼、哦，迄、那个足大个广场，会当容纳3-4万人。啊，咱去哦，拢坐伫头前，咱台湾民政府拢伫头前，吼、哦。即、這个咱甲看，吼、哦，遮新妇、皇、哦、皇后，上手也上悬，天皇个手也上悬，唯一。天皇的手会当抓住伊的头壳顶尔，其他拢抓伫耳下，吼、哦，这就是因的礼节。天皇上大，袂当抓超过天皇的手，吼、哦，毋是讲你欢喜就抓较悬的，这毋是呢，不可以，吼、哦，这因一个礼节，吼、哦，吼、哦，啊，遮拄仔咱看这。这拢是防弹玻璃，吼、哦，这个是防弹玻璃。啊，咱离30公尺尔，足近的。我捌即摕即个影片吼，传来互阮呢一个女生，伊咧卖垃圾房，啊，伊62岁啊，伊有看到讲，日本2000几年来有第二支伊啊迄个的皇宫，就是台湾民政。所以讲，伊就相信，无得咱就是日本天皇的信任。你哪有资格通入去？你唔讲伊咧入去，你才会经过偌济个关卡，吼、哦？应该咱江苏有讲过台湾民政府这个国旗的由来嘛？敢有？吼、哦？因为咱这个旗啊，马路旗就是这个，吼、哦。就是日本旗，就是这个马路旗，哦。但是外口有6个州，就代表咱台湾在日本时代有6个州。内面就是这个台湾，哦。啊，今有细底，迄就是平湖，但是伊有一粒青，迄就是美国正名。伊这支旗啊，美国入来伫台湾的时阵，头一支插就是这支。这支叫做占领旗，伊这支若是伫中国插的，规个整个的中国就是拢伊遮尔吼，所以讲这支旗也是足厉害。这支旗也是海军陆战队战争的时阵，头一遍登陆伊所爱插的旗啊，吼、哦，就是占领旗啊、哦。啊，这是靖国神社的前边，啊后边是伫这个。哦，唔是讲你要去庙后殿，就是对正殿安尼去，唔是，吼、哦。
啊，日本人，因所有的国民，一世人要去你到内殿，无可能，不可能。内殿有三个，有三个单位会当去里面。第一，皇族，皇族就是天皇，伊在祭拜的时阵会当去。第二，就是国会的议员。第三，就是县市长在交接的时阵可以进去。过来就是咱。按阮头一年去的时阵出来。民众是徛伫外口，甲咱行的。咱穿是拢是穿乌西装，这就是咱的制服，哦，包括咱的帽啊，哦，这个帕曲，哦，啊，这个帕曲，热啊，就是一直服，伫这个领口，这个虎口热啊，一直服，咱挂伫遮，看起来足整齐。唔是讲你要爱挂对，爱挂对，不是这样，哦，安尼起来看起来不搭。就是讲，咱伫这个户口落来，一直服落来，就是伫迄个所在，吼。啊，你若讲，伊当初设计时阵，但是有一个迄个纽扣，就是讲一个伊个螺丝尔，啊，所以讲会摇。啊，你用一个红的线，还是黑的线，吼，对这个羊仔布，甲伊添一下，啊，就掉。